今天放假，俺们娘俩包饺子。嗯，你看这虾冻完了呢，这不跟新鲜也差不多。嗯，走了，蒜扒完了。嗯，我快扒完了，不用你整了。给它挑喽。又吃饺子了哈。嗯。我们娘俩可愿意吃饺子了。用点蒸饺。西葫芦馅儿的今天。嗯。慢点啊！哎呦我的妈，这咋杠杠的？这咋这么老呢？没寻思这么老。哎，看这到底啥样？到底啥样？到底好样呗。有点像哈密瓜嘛。哎，这真挺好。你看这个起沙，这。这是正经的大饺子，咱娘俩配合的嘛，天衣无缝。不用，俺又不用的。你看我都没挨呢，你打的。我天哪！慢点啊、哦。杀杀嘴，杀杀。这小鸡蛋，切成小段儿就行。嗯，大点儿吗？大点，太大了没味儿。我妈不愿意吃大的。嗯。给我下一个。鸡蛋。香粉搞点，来点香油，再来点豆油。哎，这能好吃吗？嗯。我妈干的可沙楞了，闻闻香不香吗？香。哎呀，成香了。好了，今天这面可够软的了。远点吧，只能包上就行，什么也不会。这家伙，这是真大。我腰了以后看能有多少厘米。都掉了。哎呀，这要是吃十个就够了吗？嗯，肯定够。十个应该不够。正好俩嘛。嗯。哎呀，这东西多吧？啊？多不多呀？没问题。好像要多。没事。回。头号大饺子。原来咱家牛肉馅饺子就包这么大，是吧？嗯。但是不打这些馅子。菜馅，牛肉打那些能熟啊？对，这里头应该装几个？四个，五个，八个，五个，六个。哎，哎，上面熟的快。哎。蒸猪八戒不就是？猪八戒搞上面啊，孙猴搞底下。哎，这家伙，哎呀，花菜，哎呀，这家伙装不下了。
好嘞。这两大锅嘛，马上好了。嗯。行了，这锅都该粘了。真是大呀妈！嗷嗷大，嗷嗷大。哎，没了，没了，妥。两块钱。哇，走你。走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今天俺们娘俩又包饺子了，这家伙。放假完了之后，这两天天冷，包点饺子吃热乎。那个西葫芦虾仁放点鸡蛋，开饭，也捂着一盘子呢哈。饺子就酒，越喝越有。来点蒜酱，嗯，辣椒油吗？你要辣椒油？我自己整。我不要辣椒油，你整了。哎，再来一点。哎呀，就剩这点了，周它吗？你就都搁里头吧，就一口。这不饺子就酒吗？饺子就酒，越喝越有，也不打多啊。这香酒要干没了。这玩意熟的更快哈。嗯。正功夫的面呢？嚯！嗯。哎呀妈，挺好。哎呀，这稍微有一点那啥，是不是、啊？有一点过。嗯，有一点过，再咔哧咔哧就好了。嗯，咔哧咔哧不好。咔哧咔哧，我妈咬不动。我大嫂愿意吃那样的，但这个正好，我妈能吃。那蒸有几分钟啊？没到十分钟。没。我就怼个蒜。你包那个，这个蒸饺就得使这种是饺啊。嗯。你没看都没杀出水来吗？水会少。嗯。咱俩一直包着完，都没有水。没咬着虾仁。嗯。这一口有啊。你这是烫面还是不烫面啊？烫一瓜子。烫一嘎子。烫一勺半。嗯。你这家这一盘你真能吃了。你一盘子我一盘子吗？我这一盘我可吃不了。哎呀，慢慢吃。我就吃我这一盘子，我也不上你那里夹去。哎。没高那些油挺好，高油太多了就淌了。嗯，一辣淌。哎呀，我妈辛苦了。你嘴张太大了。你这玩意儿，你得左边一口，右边一口，你不能咬偏嘴了。你光可那一面咬，它不往下不栽呗。对吃可有研究了，左边一口，右边一口。这饺子包太大，一般人不好意思吃。你嘴得张大点，你就不好意思吃。我咋不好意思吃？我妈不好意思吃这样，不好意思吃，天天吃。明天你的嘴给他高布帘给他挡上，张嘴的时候就拉开，拉着，吃完了再拉开，嘴给他高小布帘。还说那虎话，
那国外人吃饭喝酒不都这么喝吗？啊，还哈胡子一脸，不是胡子嘴这么喝。古代人，人家高手也不能高胳膊呀，有这样式的，高袖子挡吧，有高手挡着的。啊，就这么的，来，妈，咱俩喝一口。来，嗯。喝鼻里去。我妈吃几个？我不知道啊。你没查呀？我没查。哎，你那里也没数。嗯，要酒果吧，坏了，馅儿太大。对，逗一个，逗一个，那些也吃不了。你还吃几个吗？我再吃一个。你还能吃几个？我就这些。那那些都能吃啊？你不给我分这些吗？分这些你还该我一个呢，你看这个。你跟我这里拿出去一个，还在要账呢。这你还是你那盘儿，行了，就是你都吃了，剩俩，还有俩，再来一个，整挺好。还喝啤酒吗？嗯，不喝啊，不喝就拉倒。喝吗？哎呦妈，不让喝了。嗯，不喝更好。来妈，我粥了。你粥吗？我没了。干一个。哎呀，我得再喝了，要不然就没有菜了。渣，哎，就这一罐儿。嗯，我不要了，你要。哎，均匀的，你看。喝一口。哎。哎呀，再吃一个，那个不吃了行吗？那赶上好了，吃正好，不吃了？吃饱了，吃饱了，控制一个，少吃一个行吗？嗯，行，那更好。那胃口大开，还能吃一个？你可别开了。我能吃吃了，咱不吃了。那就留点地方呗，你整那么。这吃饭这么长时间，头一回哈。光吃大饺子了，这玩意儿都没咋吃。嗯，这饺子这还吃的太香了。给你点啤酒，我喝这些就行。给你多给你点啤酒。嗯。那，你喝一下。哎呀，我一会儿又该打嗝了。也不吃了，嗯，那还吃啥？嗯，干杯！干杯！嗯，干杯！跟大家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哎呀，咋样？吃挺好，吃挺好。我那盘子里应该是十个饺子，反正应该是哈。然后我上我妈那里夹一个，然后我妈又夹回去一个。那个这大饺子馅儿挺香，蒸也就是十分钟，不要超过十分钟，超过十分钟。十分钟好像谁道有没有？嗯，没记。没掐点儿，完没掐点儿，我进屋捣蒜了，就没掐点儿。不要蒸大劲儿喽，蒸大劲儿的话，就是它就面糊了。嗯，可好吃了呢，真可好吃了。去年我们经常吃，今年头一回吃。那个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完了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